这么早要去哪里？我老婆在医院快生了，我要不要信你？ 进来的不自由的就不会是那条墙，不自由的只会是这条命。白松，他这个时候转身，然后往下走，那个方向有人叫住了他。孩子呢？我要救我的孩子，说的是你。 只是想跟你这条烂命拼了，但你没想过，老天爷原来没要你死。不能有警察，不能冒险。